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上去呢，把这个我的行李放下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三亚县。前面呢，我们也买了菜，然后这会儿呢，把菜放到我那个小坦克里边，然后我要带到地里边去给我爸妈，然后给他们做个饭吃。从过完年到现在，一直没有给他发动过，试一下。神车五菱宏光还挺屌的，还挺厉害的。这两天在三亚呢，他将跟着我一起走，带你们看一下灯光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我们家地里边来了啊。骑个小三轮过去送个电池，家里边呢，这会儿正好我爸呢看着这个拉化肥的人过来把化肥放下，然后我要去那边，那边呢旁边全是沙包啊，沙包。现在农业科技越来越发达了，打药都不用拖拉机，也不用人了，都开始用无人机了。哎呀，后面背了两块电池过去给他送过去。大风了，拍不了了，打不了药了。记载着足迹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有骑电动车的就是我。